大家好，先听歌，我们过后再聊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有别忘了视频下面有下载连接，下载了可以免费使用哦，需符合条规详情请看视频下方的解说。好，那谈回这一首作品，其实去年的12月中我就开始在写，后来还找了朋友写词录鼓电吉他还有 solo， 准备做一首完整的新年歌再拍成 MV， 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兴趣而做的，所以有时候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，所以词都出不来啊。那这首歌它在 solo 之前的那个 guitar riff 那边呢，
准备给歌手们去说那些新年祝贺语的。后来隔置了一两个星期后，我发觉到今年如果不发布这个作品的话，我会很痒，今年就不能过好年了。所以我就另外再写了唢呐跟笛子的 solo， 然后再用回VST 的鼓还有电吉他，就发布啦。再次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其实我很不好意思叫你们订阅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个视频会是几时。不过如果你想要我多做一些这些可以免费使用的音乐的话，不妨就用订阅留言鼓励我一下。好，就到这边，拜拜。